隆鼻山甘肽高会下降吗？赵琦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医疗美容科主治医师。隆鼻山甘肽高，这个事儿呢，很多人都出现过，就是，隆鼻之前呢，认为自己山甘太低，然后呢，就会报复性的想让它高一点，但是真正做完之后呢，你会发现它太高了，其实很难看。这个山甘高呢，会不会下降，主要还是看它的填充材料。如果它是一个稳定的填充材料，你比如说是硅胶假体或者膨体，那样的话它术后是不会降低的。但是如果是一个注射的材料，你比如说玻尿酸，它术后它会吸收，那样的话它随着它的吸收，你的山甘会逐渐降低。如果是自体肉软骨呢，它也会有一定的吸收率，可能会吸收个 10% 左右，那样的话在这个恢复期过后，它的山甘呢可能也会有略有降低。所以山甘降不降低，主要还是看填充材料会不会随着时间而逐渐的减少。专家提示，隆鼻山甘是否会下降，主要与隆鼻的填充材料有关。如果是稳定的材料，术后不会降低；如果是注射材料，山甘会降低。